想咧，把这个是国家运动的头皮都夹起来，是爱的少年好朋友，也是好的老师，也是好的兄弟来了。由于在座的贵宾，大家平安。我相信咱在座有足多人比我搁较有资格站伫这个所在，比如讲文化事业，一个新国家运动长江引线的一个好汉，搁后壁坐的是北区政治受难者基金会。而且是历代的会长甲同事，过去这些人，因拢为了伊伫内陆的身躯边，对内陆的成就在学习，嘛在吸收生命的滋养、欲望的滋养、信心的滋养。但是不管我会当念出名，也是袂当念出名，而且会考验的前辈同志，今日大家聚集伫这个所在，实在是真通感谢基金会所做的努力甲贡献。我特别通过来弄这个运动，是最近搁栽了另外一个团体，就是性命。这个团体是一个不教的团体，是用心在追求众生的平等，追求公义、仁爱、人性的尊严。这个团体，我有机会同甲因做地最大的敬意，跟来往做伙，这位可敬的兄弟、可敬的老师。我就亲像古来为所讲，生命会通有艺术，会通有自由，会通有平等，会通有人生的尊严，生看无煞。捌这位台湾的良心，捌这位台湾的愿望，生命含伊有所交汇，嘛因为安尼。搁较在乎台湾人的尊贵、秘密，伊就较攀比，甲伊做伙，每一遍，拢无我的信心搁较坚固，愿望搁较宽阔，痛心搁较细看。感谢基金会的这些老师所付出的努力，当咱搁一遍将难忘的事迹。化作意义，化作更加长、生生不息的精神的时，台湾人要甲全世界讲，台湾永远袂灭亡。咱要继续一步一步继续行，信心要更加坚固，毋茫要更加细看，痛心要更加宽阔。所行的列位的前辈。请咱千万唔通畏惧，一步搁一步。当最黑暗的时，就是天要光的时，咱搁站起来，一直到咱台湾人真真正正将人性的尊严，将人性的应该有上天给咱的权利退回来，搁一边来贡献咱的。自由、民主、平等，上天所给咱台湾人上界重要的价值和普世，搁是便用无同款的眼光来看咱。内陆的生命，伊毋是干点到伊家己尔尔，嘛点到别人，嘛点到千千万万万世的历史。感谢内陆。台湾人万岁！台湾人万万岁！
谢谢牧师。